问我他最近去了哪里，为何不见他的踪影。我知道你的想法非常单纯，对爱没有一点怀疑，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真情，眼中无奈和焦急。谁都会为你的执着喝彩，也为他的大意惋惜。我明知他对不起你，又不知道是否该把真相告诉你。问我他最近去了哪里，为何不见我的踪影。我不是故意在躲避你，实在是缺乏勇气当面告诉温柔的你，有个他介入我和你，这伤害已被我造成，太多的潜意识多余，不该这样，辜负了你。我在这里，用孤独责备我自己。你不要忧伤，你不要哭泣，也许有人更适合你，我劝你不必一直在等下去。不再恋爱，我不再被爱，该反省一下我自己。他应该更适合你，不该这样。用孤独责备。